刚读下马窦福音，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：“我实在跟你打，到父亲当所生的，无一届比这项大，但是天国内边上世界也比伊大。由谁吃这项的日子到如今，天国是爱抢的，有人抢着的就抢会着，因为从衰灾甲发落所带的，直到这项为止。如果你们愿意接受，这项就是那位爱来的厄利亚，有喜的你爱听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了。今日个福音描述主就提到呾疾病，伊呾疾病啊是父亲当所生个，也是上大个。但是人家即个天国内边上细个比，疾病哩变做无伊人大，意思是滴个，意思呾因为疾病是狗肉个衰在内边个老不一个，直到疾病为止。狗肉的衰灾所宣讲的是梅食的法律，同人民应该要受这个梅食的法律。那若是若有遵守啊，天主会对会赏的人；若是无遵守，天主会罚伊人。伊人做一路来个衰灾呢，伊人个宣讲所带个主要的就是叫声。直到一项为止，一项出来。四岁的时候，伊是宣讲一个法规的道理，那一项本是用角色的口气来答，然后大声叫：“恁咩咩法规，恁法规，恁无法规啊！理解啊？这个大葡萄啊，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该抽啊，该你斩落来。意思就当听住阿来发咯，你无法规，听住阿来发咯。这高经的衰灾。”因两个双杠的不是叫啥？就是耶稣主来了。耶稣主来，耶稣主所双杠的道理是天国的道理福音。耶稣主本大人就爱悔改，但是悔改之外，那上重要的是，咱个心爱开向对天主，爱听天主的声音，了爱对天主的声音去实听。天主的声音呢？重要的呢，不是法律，因为法律是外邦来压迫来的。法律，但你就要守，你无守就做呢啊，你守你就理解，啊是外邦来的。要说这个道理是，咱爱心来爱明白，心来爱相信。要这个心那是明白相信，接受要说这个福音，对了解天主的旨意，就会对天主的。该向俺去做，所以耶稣主答：伊个门徒啊，那是会了解伊个道理。伊人当就算是上岁个，也比这项大。意思是叫啥？这个狗肉衰灾所宣讲个这个修法律个方法，就算耶稣主爱人爱超过，人爱超过经师教法律师，人爱超过这个。高经修法律的这种这些的精神，咱是要了解耶稣主的福音，对耶稣主的福音去行，就是咱的心会改，咱的心会变成，了咱就变对天主的话去实行，所以希望大家明白，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